2022最新八大厨爷机推荐排行榜，每天都为了处理清道厨爷而感到麻烦吗？随着需求诞生的厨爷机，俗称碟位，能将废弃的食物削切成小体积，除了可减少垃圾量，还能利用在有机堆肥上，可说是能帮助实现环保的家电。尤其台湾的天气较为闷热潮湿，厨爷放在室温下太久，不仅会吸引蚊虫、蚂蚁，还可能产生恼人的异味，使厨爷机更受重视。只不过其价格多半莫元起跳，加上功能各有特色，总是让人不知如何下手。为此，本篇文章推荐八款备受好评的商品，品牌如 Panasonic 国际牌，导产业 KUDI、Smart CAR 等品牌皆名列其中。正苦恼屋选购厨爷机的朋友们，可别错过以下精彩内容咯。一、KUDI 6合一家用厨爷专家智能厨爷机，多重杀菌，净化卫生度加倍。二、Panasonic 白金触媒除臭厨爷机，预约启动加自动断电，放置运作好放心。三、Incinerator 食物残渣处理机，夜间也可安心用的粉碎式。四、Besson Crew 厨爷机无马达运转超静音。五、刀产业家庭用厨爷处理机，轻巧又省电，专为小家庭而造。六、Chikuma 厨爷魔法师绝佳粉碎性能，不挑厨爷漆，能发 EM 厨爷桶，园艺爱好者的帮手。八、Joseph 智慧除臭厨爷桶，第一款会呼吸的厨爷桶，